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精彩悉尼，我是阿晶。今天我们悉尼飞跃高尔夫球会来到了悉尼以北200公里的 Hunters Hill 猎人谷 Vintage Golf Club 2021年外宿赛的第一站。每年我们外宿赛都是到海外去比赛，但是今年由于疫情的原因，所以我们在悉尼周边自驾游。今天是第一站 Vintage， 这里是澳洲排名第46位的度假村高尔夫俱乐部，全长是6242米，71杆的标准的球洞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去看我们的比赛吧。你看一下啊 ，Cheers， Cheers。好，来，我帮你拍一张，有没有？不行，我要戴帽子，要忘光。吉米，你的真忘了拍进去。三杆洞过水啊，170米。那边是黑T，职业T。打芦苇荡啊，开球要过芦苇荡。过水啊，176米。我们打完了啊，18洞。今天我们是第5洞开的球，所以这个是打到第4洞结束。然后这个 Vintage 这个 Club 高尔夫俱乐部呢，总体来说感觉不错，有水，有沙坑，还有各种的这个稻草田，所以呢障碍比较多。打起来还是相当有挑战的。我们今天是外宿赛的第一天。今天结束，然后他们晚上要去 happy， 然后我就先回家了，明天我再跟他们继续战纽卡斯尔。OK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